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的季节是狗狗皮肤病的高发期，如果狗狗不慎得了螨虫怎么办？视频中面积较大的话可以把毛剃掉，方便上药。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螨虫皮肤病是怎么感染的。螨虫在自然界是非常普遍存在的，比如空气、灰尘中都有可能含有螨虫以及它的分泌物。平时一定要注意狗狗的日常卫生，保持环境清洁，不要让狗狗接触患病的同类，尽量不要带狗狗到不干净的草地上玩耍。尤其是现在的季节，传染病的高发期，更要在消毒卫生方面做好。螨虫初期会有红点出现，如不及时治疗制止，红点蔓延非常快，然后就会出现化脓、出血、结痂等症状。视频中已经达到了重度感染，建议外用药物配合药浴以及针剂同时治疗。双击加关注，每天更新。